你有才华，将来肯定会有大发展的。看好你了。这可是张烨送给咱们最好的订婚礼物。我和思思在一起了，这个月的10号举办婚礼。你不是爱写散文诗吗？帮我们这个婚礼啊写个串词，份子钱给你免了。 还睡呢，王思思。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，我不姓王，也没有姓王的亲戚，听懂了吗？原来真不是梦。不是，我昨天让你给我打的，我浑身疼。哦，浑身疼啊。嗯。早说呀，姐会治啊。来吧，那我给你按按。 按就不用了吧？哎，别客气了啊！哎，别，对，给你上工之前提提神啊！提提神？怎么提提神啊？舒服啊，来放松。啊！起来干活吧。哦。就我这样。 高级玩家，张烨，干活去！出来！哎，芝麻开门！啊啊！弄来着？那天是怎么出来着？那天不是到底是怎么弄的？ 开启宝箱，开启希望，开出人生中的一马平川。多款道具助您在游戏中披荆斩棘，所向披靡。多款技能书特价优惠，更有抽奖转盘。你别忽悠我了，就我那点声望，再抽奖就挂了。哎，我想问问你啊，就是你看我啊，我一个高级玩家，对吧？你说我怎么能在这个游戏里让饶爱敏当驴使呢？你看你能不能稍微把这游戏给我调一调？ 高级玩家在游戏中比别人享有更多机会，不代表可以坐享其成啊，也要靠自己的智力、体力、耐力累积声望值，才能早日通关。不是我这样，我怎么累积声望值啊？声望值顾名思义就是声望的总值，当然是要靠获取了。我没让你给我解释什么是声望值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怎么才能获取声望值啊？ 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这是一个不成名变成人的游戏，只有被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和认可，才能在游戏中生存。不成名变成人，高级玩家，而且就我一个人，那岂不是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？ 谁啊？嗯，看什么呢？老板今天的颜值格外高。 头半年的试用期啊，每个月4000，刨去房租、水电、伙食费，再加上你前2天打碎的那套茶具，哎，这个月这些吧。 就给我50，怎么嫌少啊？嫌少别干了。不是你这不是包吃包住吗？怎么还能扣钱呢？是包吃包住啊。你有地儿住吗？有啊。少你饭吃了吗？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？我当初是看你举目无亲的，看着可怜，这才答应给你一份工作，收留你的。那外面连免费的纸箱子都没地儿住去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 啊，是吧？就我这房子、这交通、这地段，就这附近都没有3000块钱以下的。你那个房间啊，虽然小点儿，但它也是个单间吧？我每月收你3000块钱不多吧？啊，哎，那个，过了试用期给你涨工资啊，别着急。不是，不是什么不是，咱遛狗就吃，我都憋了半天了。我辛辛苦苦干了1个月，脚都磨出泡了。 你这点钱都不够我买双鞋的，那你别干了呀。狗呢？我遛狗去。小样儿，有毛算账。你别看我啊，我自己还不够吃呢。你也别怪我，要怪啊，就怪你妈，太抠。 拿人当羊白老使，动不动就给我扣工资。我一个堂堂正正的广播学院的一个高材生，我在这儿当小工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展现我真正的才华呀？什么时候才能让他知道我才华横溢的那一面？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商业吗？这里是珠穆朗玛人事部。珠穆朗玛，欢迎有志人士加入我们。主持人，就是先借用一下，等发了工资我就还你。实在没钱坐公交车。小叶子，来了，来了。 请问珠穆朗玛网络电台面试怎么走？这几楼啊？这儿没写啊。谢谢啊，挺好的，你长个嘴怎么不用啊？您好，我叫张烨，我是来面试的，已经在网上投过简历了。平安。那怎么走啊？ 谢谢啊！又来一个不怕死。你冷酷，你无理取闹。来下一个实惠，就是来吧，简历给我就行。做吗？好，下一个李百昂，好，来吧，交给我就行。李玲是哪位？杨慧清在这儿，林敏娟，黄瑞章，啊，在这儿。 好，下一个爱东，这儿，来吧，给我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爱东。哎，来，1分钟脱稿背诵，看完给我。最后一个张烨，哎，哪位？我。来吧。哎，慢点。简历。好嘞，走吧。好了。 老师们好，我叫张烨。来，开始1分钟背诵，麻烦给我吧。稿子拿回来吧，开始背。这还没到1分钟呢。哎，我说1分钟就是1分钟，怎么了？给我吧，快。 7月28日是远途公司的厂庆日，每年的7月28日，远途公司都将开展一系列活动。特别是今年的7月28日，远途公司推出了巨石等离子摩托车，在摩托车市场上刮起了一阵等离子旋风，引起了行业里的巨大的轰动。尤其是2015年的1月到3月，车相大。好了，多，我看您。 也只能背到这儿了，回去等通知吧。老师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刚才真没到1分钟。我说到就到了。老师，再重新来一次行不行？我再重新背一次，你再给我1分钟。出去吧，我们都要下班了。出去吧。先生，后面没人了吧？没了，这是最后一个。走，下班了。 刘欢，你是高级玩家。返回堂，返回到哪儿去啊？先不管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张烨，到你了。张烨，快点，给我就行，进吧，进吧。老师好，我是张烨。来，先考这个1分钟脱稿背诵。 稿子看完拿回来啊！稿子拿回来吧，开始背吧。还没到1分钟呢。我说到1分钟就1分钟了。哎，你快点儿，放过来，等会儿。哎，这奇怪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的呀？没听懂我说的话呀？嘘。 我们要下班了，你来捣乱了吧？快点，稿子放那儿。我不考了。来，最后一个。老师们好。来来。 1分钟脱稿背诵，稿子看完拿回来。在产品上加进行反应材料，在产品上进行扩大等级操作，产品线评价。稿子拿回来吧，开始背吧。没到1分钟吧？我说到就到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快点，不要耽误我们工作。叫保安，叫保安。就是，赶紧叫保安。叫保安去，我都轰出去。 怎么回事啊？听见没？叫保安了啊！再见。张烨，哎，老师们好，我叫张烨，是不是要考脱稿背诵？是啊。 看完了。7月28日是远投公司的厂庆日，每年的7月28日，远投公司都将开展一系列奖励活动。去年的7月28日，远投公司隆重推出了巨石等离子摩托车，在摩托车市场上刮起了一阵等离子旋风，引起了摩托车行业不小的震动。特别是2015年的1月到3月，等离子摩托的销量持续下降，到3月份达到了最低的909辆。虽然4月份以后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奖励政策，加之常规车型停产，等离子摩托的销量开始逐月回升，但仍未恢复到去年的最好水平，更无法达到支撑公司销量的水平。除了行业的大环境外，经销环节推等离子摩托的 积极性不高是重要原因，加之今年公司广宣政策的调整，上半年公司没有组织全国性的等离子摩托推广活动，各片区开展的活动也参差不齐，也是原因之一。当然，产品线的问题、产品质量的问题也影响了等离子摩托的销量提升。为此，公司决定在下半年打出一系列组合拳，助推等离子摩托的销量提升，在产品上进一步扩大等离子摩托的产品线，并开展等离子摩托全面质量整顿，使等离子摩托的质量得到全面的提升，产生一个质的飞跃。在政策上，将针对代理商和零售商 出台一系列奖励政策，在推广上将组织开展1到2次全国性等离子摩托的促销活动，以及持续开展区域性的促销活动，并决定在7月28日拉开活动序幕，打响攻坚战的第一枪。背完了。嗯。 我们要招外语主持人，英语、西班牙、俄语吧，就俄语，给大家背一首诗，怎么样？俄语是招聘启事上没写啊，那就是说不会了，那算了。哎，等等。Начитай, главнинай, моля, видела, дучи собирает, между дучами и молем. Куда лет, более весник, черная и моны подобные, то клином волны касаясь, то стреляй, возьмимай кондучу. Он кричит, идучи, слышат радость. В смелом крике почитай. Буля, скоро границ, 不了。哈拉少不哈拉少？他念的什么？你翻译一下。哦，他说的就是发音非常标准，很标准。那个，要不然你自己给大家翻译翻译。翻译成中文就是，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大海和乌云之间，海燕像一道闪电一样高傲地飞翔着。最有名的一句就是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”。哎，这都是你自己写的？这是海燕。 高尔基写的，什么基？俄国诗人高尔基。你别逗了，俄国人哪有姓高的？难道这个游戏里的人都不知道高尔基，不知道海燕？就这个子太高了，就是，人还长得这么帅，咱们留不住人了。是啊。好了，你们都别吵了。这小子，我们部门要了，你们谁都别跟我争。 出去一下午啊，买这点菜。你是去买菜去了，还是种菜去了？我换了个地儿，那儿菜新鲜。是吗？娱乐公司还卖菜呢，头回听说。您看见我了？哼，小姨，我写完作业了。哎，来，这是我小外甥女儿晨晨。你好。刚跟学校。这给地球人的游戏接口怎么设定啊？ 送他富二代皮肤，让他先享受几天。我接他那地儿呢，正好就在你买菜的那个娱乐公司的门口。你说巧不巧？怎么着？是去给社会提供热点去了，还是想举报我非法雇佣啊？没有没有，您听我解释。别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。那我实话实说。嗯。 我去娱乐公司找了个工作，行啊，另谋高就了。看来我这破庙也是容不下您这尊菩萨了。这样吧，你把这月房钱结了，爱去哪儿去哪儿吧。哎，别，你看我找这工作不就是为了早点把房钱还上吗？您可能没看出来，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。 啊，我就是想发挥我这小长处啊，然后多赚点钱。原来你除了脸长，还有这长处呢。就是一点小长处，您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耽误咱们这儿的工作的，每样我都一定会好好的干好。还有啊，您的饭，我上班前我会把您一天的饭都给您做好，绝对饿不着您和吃偶，还有这小孩儿。小孩儿？ 小外甥女儿，再说一遍。晨，以后叫小姑奶奶。小姑奶绝对饿不着小姑奶奶。行了，以后工资减半啊。啊？拿什么呀？你干着兼职的活，你还想拿全职的钱？不是，那我的活都干不干？干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张烨。 哪人呢？本地人啊。小姑奶奶，您总看着我干嘛呀？就是看着你有点眼熟。嗨，我这人啊，大众脸。干什么呀？赶紧摘菜，别耽误我吃饭了。哎，这面试的是人还是复印机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么长一篇文章，就给10秒，还不到10秒，这不是难为人的吗？谁能背下来？我能。你背下来了？有一个词儿叫 photographic memory， 翻译成中文就叫做过目不忘。我这人啊，就有这么一特点，我这眼睛就跟那照相机似的，什么东西只要让我看一眼，我在那咔嚓，我给它一照，这照片啊就印到我脑子里了，我就什么都会了。 我在那儿，我当当当当，我给他们一顿背，这些评委都惊了，然后就录取你了。那倒是也没有，他们还难为我呢，又给我出了一题，让我说一段俄文。哦，你还会说俄文？当然了，我给你来一段啊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先把这一句给我翻译出来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这是你写的？ 那，哼，那倒也不是。哎，不过我也挺擅长写诗的，我比较擅长写情诗。要不要给你来一首？可以啊，展示展示。我从睡梦中醒来，唤醒我的不是窗外的阳光，而是你大大的脸庞。 哎，什么考试啊？我把你洗了。哎，写作业去。嗯，这什么呀？偏人禁用。 你要上班呢，我也不要求你能随叫随到，但有事儿记得打电话说一声，自觉点儿，别给我用坏了啊！谢谢啊。妈呀，小姑奶奶，你话好好说，你何必这样动刀动枪的？你真不记得我了？我看你有点眼熟。我被你砸死的时候，那串糖葫芦还一口都没吃呢。糖葫芦。啊！是你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一觉醒来，家就不见了，爸妈也不见了，莫名其妙还多出来个小姨。我要回家，你还我爸妈。宁若，咱俩没有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缘分，但咱有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缘分。你把刀放下，你杀了我你也回不去，啊！来。 给我。是啊，我把你杀了，我也回不去。坐吧。其实咱俩没死，咱们只不过是进入到一个游戏世界。游戏？这你见过吗？你见过？你也是玩家。那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三者说了，我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，跟同学们搞好关系，靠考试成绩和人缘争胜望职。 怎么跟我的不一样啊？那你能抽奖吗？奖励是什么？不能。不能？走，我带你问问。 我们在地球撒下的基因种子中，只有人类进化成了智慧生物。跟5万年前相比，鸡这种生物的智商还是没有进化，但肉质倒是更好了。羊也是，可能这些生物进化不了，就是因为太好吃了。这想象力确实是进步不小，小蜗牛拯救地球。 哎，要不是不小心传送了他们俩，我都想直接 copy 这游戏的主线了。欢迎2位玩家。哎，为什么我的声望值一直往下掉，他的声望值却一点也不动啊？未成年模式，18岁以前啊，声望值是存储阶段；18岁以后呢，这声望值才是消耗阶段。18岁，这游戏要玩多久啊？ 我今年才12岁，这个主要得看你的这位队友了，毕竟是他带你进入到这个游戏里的。我能抽奖吗？不能。你放心，既然是我带你进到这个游戏，我一定努力早日通关，让你早点回家。恭喜2位组队成功，开启宝箱，开启希望，开出人生中的一马平川，多款道具助您在游戏中披荆斩棘，所向披靡。 现在网络媒体发展迅速，我们电台也有5个部门啊。我准备把你安排在一部。赵总好。你好，发型变了啊。这就一部啊，来，来各位，大家停一下。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公司新来的同事，实习主持张什么来着？大家好，我叫张烨。张烨啊，瞧我这脑子。小张呢？ 是广播学院的高材生，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，还会作诗呢啊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！过奖了，过奖了。以后呢，请大家多多关照，好好干啊！在我们这儿，人才是不会被埋没的啊！田斌，哎，赵总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呢是深夜 DJ 的主持人田斌。 你们俩，我和思思在一起了。这个月的10号举办婚礼。你看，张烨送我的。好兄弟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。张烨，我田斌，我是想说呀，如果你实在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话，就不用来了，免得大家都尴尬。我有什么可尴尬的呀？为什么不当着思思的面揭穿我呢？ 我可是偷了你的毕业设计，来参加主持人大赛，才得到这个网络电台 DJ 的机会的。你就不想，你就怎么着？你害怕我？我怕什么呀？你电脑里的文件的备份已经都让我删了。说出来未必有人信呢。再说了，就你那样，即便来参加大赛，恐怕也是个笑话吧。 田斌呢，他是我们网络电台的台柱子，喜欢他的观众特别多啊，治好了很多人的失眠症，包括我。不，赵总是说我的节目催眠啊，这跟我的能力水平可没关系啊，主要是这个时间段。不信您给我调到黄金时段试试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啊，夜间节目就靠你撑着了。啊，小张啊，以后就跟着田老师多写点东西。不敢当，不敢当啊。哎。 张烨是吧？对，早就听说你面试的时候技惊四座啊，不单是这个1目10行过目不忘，而且还即兴创作了一首这个俄文诗，这了不起！过奖了，过奖了。那以后就由你带着他了。哎，赵总放心啊，我一定是知无不言啊，倾囊相授。以小张这个资质，那过不了多久就能独当一面了。好，加油啊！哎，继续工作啊，你们。赵总放心啊，赵总慢走。赵总再见。游戏世界的田斌不是玩家。 田老师，哎，我干点什么呀？你干点什么呢？赵总不是说让您给我安排点事儿干吗？哦，对，每天9点钟我坐在这儿的时候，我希望早点已经备齐了啊。1、3、5豆浆，2、4、6呢稀饭，主食呢你就随意搭配，口味要清淡，不要太过油腻啊。还有。 吃完早点之后，我希望我的稿子已经校对完成了啊！来，您这活是助理干的吧？啊，那您是？赵总说让您给我安排点工作，我这不是安排的吗？那我坐哪儿啊？ 是啊，你哦，你这啊！你看啊，这边呢都安排满了，你就先坐这儿吧。啊，这可是公司的风水宝地啊！你这隔音。第一件什么？我忍了。 爱情。